我唔甘你妈妈，我嘛唔甘你，唔甘你一个查囡仔人遮辛苦，搁瘦安尼，一个人担担遮担，有轻松哦。 弟弟，哦，我有，我当时有一个弟弟啊，我想，敢袂记？哈，就乖，姐姐无乖哦，我怎么搁加一个姐姐啊？好，我知，我知，先讲哦，别叫做黄昏症候群。 昏迷伤久的病人，精神常常拢会安尼啊。对，哦，就是这间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地板哦，帮我铺软垫，然后像这个转角的地方都要帮我包好。佳丽啊，我阿姨啦，啊，你妈妈都跋倒吼，啊有淡薄颅内出血。 李秀文的家属，我们啊，那个病患的生命迹象稳定了，人算是救回来了，只是大脑缺氧的时间实在太久，那受损的状况我们还要一定要时间再评估。那个等一下就要进加护病房，麻烦你们去办一下手续啊。 卡叔，我是讲卡叔啦。卡叔，我感觉妈已经无伫伊个身躯内面啊，安尼。
刚已经不好。你跟阿嬷安尼讲不要紧，你是唔通安尼去跟恁老爸吓惊嘞？我只是感觉我实在有够无路用的，什么代志拢做袂好。我一直在想，我那一天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医生说，气切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并发症，没有办法判断出血的原因。但我还是忍不住会一直想，是不是那天暖气开太强了，所以他的气管太干，还是因为复健的时候他承受太大的压力，还是因为林嘉丽，你不要再想了，再想下去你会疯掉的。还是因为我应该要用制氧机，林嘉丽。我真的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女儿。不只是你，我们都是啊。在成长过程里，谁不老把妈妈的叮咛当耳边风？谁不是觉得妈妈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？谁不是妈妈连人好几通才回复一通？